大家好，我是米菜兄弟法子。今天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然后呢，有一个爷爷，他是辗转反侧，然后经过很多人联系到我们，他养了一口那个鱼塘，叫我们过来看一下，帮他买掉，因为他呢是留守老人，自己没办法把那个鱼弄起来。然后今天我们就去找那个老爷爷谈一下，看一下那鱼塘里这边的鱼，还有别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啊。现在走。哎呀。爷爷，你这鱼塘里多少鱼啊？多少鱼啊？多少鱼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养了多久啊？有68年了。养了13年了。哇，这么久。那这鱼大概有多大？大的有10多斤了。大的有那么大了？然后这个，我们以前是这样子，我们以前是照顾的。然后你照顾给我们还是照怎么样？照顾是盲目了，还是照称？我照顾，不稳当是吧？要照称，称要照称啊。那咱们就按这样抓起来多少就照称。对，是多少就多少，对对对，咱们也不能亏待爷爷啊，不容易啊。那咱们就放水，放水的在什么地方呢？放水的在哪里？放水呀，放水，在那是家里放了。哦，那里，家里那个放东西的。哦，好，家里放，放不到了，放不惯。放不惯。没关系，我们带了那个抽水机过来啊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把水放吧，我去把衣服换了，放水放。啊，可以是吧？好，可以，行。现在衣服也换好了，然后把这个出水口给弄开，放水了啊！现在放水放了4个多小时，终于把水放干了，但是这个水呢，还是有一点放不干。那就这样先抓了啊！刚才放水的时候，哇，我看到这里面好多巨货啊！好，等一下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巨无霸。什么叫巨无霸？哇呀，这可以太大了，差点把我撞倒了啊！这里我看到一条巨无霸在这里，这里，哎呀！抓起来！这条真的是巨无霸，这条鱼我估计有个15、23斤，可以啊，我估计有15、16斤，太大了吧？哎，我帮你洗一下身上，走。哇，大货，这太漂亮了！不要跑！看什么？哎呀，那不是刚快？这条鱼太大了，不好抓住它。哇，洗一下，把它倒起来看一下，太漂亮了，这么大，你看一下，这也可以吧？你给你抱一下过来，给我抱一下，给他抱一下，哎、抱一下，来，给他亲一下，不用抱一下。啊，这一阵真的是够大，哇，这是真的最大的，都抱了个小孩子一样，一条很漂亮的鲤鱼，这鲤鱼漂亮吧？来，给你。啊，开心不？漂亮，哎，跑了，跑不了。哎呀，这个毅力太深了，哎，还跑，来，再次给你啊，不要再跑了啊，好，不要再跑了，我的眼睛这一条，正好15斤，不要跑，没事。抓到里面，抓不到了，把它出来啊，快点把我撞倒了，进去抓，你还跑，真的是巨无霸，来了，亲一下。
来，习惯性，习惯性。你们的都大，可以啊。来来来，走，我们把这个一台上去。这个一台，哎，继续炸，继续炸，快点，拉起来。大炮全部在里面，大炮在哪里？在里面，在这泥巴里面。这啥呀？这里有条鲤，很漂亮。哦，比我们田螺妹的还漂亮一点。田螺妹，比你漂亮吗？漂亮的这个。那肯定没有你的没漂亮吗？有你漂亮吗？来比一下。有吗？你要是没她那么漂亮，嫁老公都不好嫁。然后你嫁老公，你打算要多少彩礼？彩礼啊？啊。他对我好的话，不要彩礼都可以。对你不？彩礼就是个心思。他家里养了几十万的彩礼，你不要。家里一定要有鱼塘。要有鱼塘。来，送进去。这个年年都有鱼子。对，年年都有。这条很小，而且咱们留给爷爷自己养着。抓起来！哇，我发现这里面有条航母在这里面。这是鲤鱼草。鲤鱼！哇，这么大的鲤鱼！哇，这个，哎呀，十五斤。看一下，看，可以吧？还是个公的，不是母的。又不对。啊？不对。可以。给。给哎呀！哇靠，这里面好多啊！全是躲在这里面，全部躲在这里面。一手一条鲤鱼，这还有条航母在这里哦。嗯、哎呀，出来，小宝贝，出来，乖。你是个大宝贝。哎呦，这么大这一条，来，你别动哈，乖一点哈。哦。哎呦，太大了，抱了就跑。停！快点，有田螺妹那么大。那等一下放进去。一般人可搭不到。看一下田螺妹，这条有你那么大啊？没有。哎呀！我靠！今天这里全是大货。巨无霸。这里哇，这个大！看我的技术，一把就抓起来了。哎呀，这好多点肉啊！哇，是啊，这下面这木板下面全部是田螺，田螺妹，田螺，这就是你，这么多个你，拿走啊！你跟他合个照。耶，这啥呀？你走！哇！儿子，这里面有什么啊？这里面不知道，还在摸。这里好深。哎，我摸到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有点大，滑滑的。上面，哎呀！上面有蛇。哇！看，这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可以，哎，可以，哇！田螺妹，这下厉害呀！你不是说我不会抓鱼吗？可以，晚上加餐。我们这种叫什么鱼啊？我看一下，这个颜色看一下，我洗一下啊。特漂亮吧，这种鱼。全部抓完了啊！太大了，抬不动是吧？巨无霸好吧？现在鱼也全部抓起来了啊！然后叫爷爷找秤来，称一下这里有多少斤。爷爷拿秤来了，称鱼。对吧？爷都见过你了，我都唔知都唔知称到几多斤了，对吧？可以，看一下这个草鱼可以啊。好，两个，哈哈哈，两个跟上称。吹一下，它就进大斤。哎，别动！十一斤，十一斤。哇，下面那有几条
应该要大一点。这么大肚子，这种鱼我估计，啊，它有籽了吧？把水倒掉。四斤。182斤。棒棒棒！好，等一下再称一下这个。看这条鲤很漂亮，八的，又是红色又有花纹。来，田螺妹，亲一下。这么漂亮的，你还不亲一下？不要。有，带一条去吃，带条这个鲤刚好红烧是非常好。哎呀，可以。这个应该很美啊。这鱼称起来总共是155斤，然后是老人家养的鱼，咱们就多出212，总共是1866。这鱼是非常漂亮的哦，大家都能看得到这么大的鱼，巨无霸，10年的草鱼啊，不容易啊，养这么大。大家好，我是法子，今天又来这个大叔这里造鱼了啊，下鱼塘，哇哟！有没有大货？哇，好了，刚才吃了好多啊！哎，这里好多大货，这里全部跑出去了。这急躁没用啊，大哥。哇，你看看，哇，这有个大洞，原来在这里。被这个鱼造了一个洞出来了。哇，这个鱼太大了，这个鱼。哇，好猛啊，这个鱼，这么大，可以跑10多斤鱼的东西。大叔啊。这个罩不行了，那个鱼太大了。我把你这个鱼的关节全部包下来。你看这里好多大货啊，你这里。这个罩没有用了啊。你看怎么算呢？有多少鱼？算，当时有308斤，上次好像玩了几次。上次我在这里抓了两只鱼，抓了差不多有100斤起来吧。可能现在要有200斤左右。200斤我估计没有。啊，还没有是160左右应该有。嗯，差不多，我估计也有。那么这样我1800包下来好不好？1800少来一点，假如你话你说了就算1800嘛。好，那我就开始放水了啊。好，可以。放水，这个气罩不行了。现在这个鱼塘1800把它包下来了啊，等一下把水放干后，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那个大窝到底有没有多大，把这个鸡罩撞成那么个大洞出来是吧？好期待，我很期待。现在水放的差不多，抓鱼喽！哇，大这一条。家伙，准备起货了啊！大吧这一条，哦呦哦呦，哇，还行还行，有没有8斤呢、啊？有没有？估计差不多有8斤吧。有没有八斤？这么大，加点水进去吧。对，搞点水进去。会跑出去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别跑了。好多鱼啊，这里面，看着感觉要下大雨了，这个天全部黑了，现在都下雨了，咱们时间抓紧时间抓快一点。好，要跑了，要跑了，站住，防护啊，这么大，站住，哪里走？哇，不好，快下大雨了，下大雨了，哇，快，下大雨了，这还有10多斤，这么大。下大雨了，太大了吧这一条，下大雨了，等一下抓吧，好，等一下再抓，真，哇，刚才下了一场好大的雨呀、啊，我叫他们过来，全部下来帮忙抓鱼啊，等一下又下大雨了，下大雨还大雨，哇呀，好多大鱼，准看这鱼哦。上货，快点，抓紧时间，抓紧时间，哎呀，
还是把这个斗笠拿掉了，看不斜下田螺妹的那个捉鱼。哎，捉、哦、了没捉住他？哇、哦，这里，哦，大了这个，压住，压住了没？压住了。上货，上货，上盆，上盆，盆上盆，上盆。这条太大了，力气好大。快放点水进去。哎呦！哎呀，好大好大这里啊！太大劲了！哎呀，好过瘾啊！看一下，这还一条这么大的！哇！太猛了！对，过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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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田老板，哎，你过来尝一下。一下，你过来坐一下，尝一下，你过来把它压住，看看你能不能把它压住。压这条，压这条，这条大、啊。你把它抱起来。我压。大不大？哇，金凤的尾巴就看到是鲤。哇，这鲤大吧？漂亮吧，这鲤这么大。哇，这条鲤至少40磅。吃的好胖。哦，这个一烤一全部在这里，好多啊。哎，快点快点，来了来了，我扎不住了，快点上桶上桶。哇，有，好了好了，看你往哪一发，听到没，把桶推过来。太大的力气了，这个哇，过瘾过瘾，这个一抓的真的过瘾，跟他斗力气。还走吗？还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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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出去，来了，肚子上没头啊，快点抱出去抱出去。全跑了吗？看这一阵子，还跑还跑还跑，再跑，太猛了！大哥大哥，这一太猛了！这鲤好漂亮啊！这鲤好大！喂，来飞呀！飞的鱼啊！兄弟你好，大爷大爷，太有力气了，这样子这么香，来了来了，这条鱼是真的，真的很漂亮。这条红鲤鱼这么大，哇，这么大的鲤鱼，哪里哪里？这里啊，我还以为是草鱼呢。真的真的，这条鲤鱼好大，条鱼在这里。嗯嗯。哎呀，这个力气还是没鱼大，鱼的力气比人的力气大。要是有100多斤的鱼，根本抓不住了。别这么费跑！哇，又满了！这条鱼抱不动了。这条鱼多少斤？应该有八九斤。应该有八九斤吧。第几桶了？第几桶了？完了，第几桶了？第三桶。搞了第三桶了。第三桶。
抬走抬走。哎呀，来给他们。这里有两条草鱼在这里，今天我要试一下，每一只手单手抓鱼啊，一手一条。拿得起来吗？拿得起来吗？可以，起，起，哇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哦！哎，一下子又满了。哎，还有条草鱼大的。这草鱼 OK。这一条。哎呀，什么？你看到我了，你还跑是吧？看到我，你还跑是吧？哎呀，这是洪水，小样，你还跑得了吗？哇！哎，跳！哎呀，你看这颜色，是不是一样的？直接照住你，刮一点啊！田螺妹的专业，这个是斜的田螺妹的绝招，直接把它做晕过去。回回回！跑得了吗？好，没有了，结束了。去看一下鱼货大了多少起来的，你看了你越看死的越看，看一下满满的两担，我估计这里这怎么也得那个300斤左右吧。你说这么大的鱼，你看一下这么大的鱼怎么不会把那个鸡罩给撞歪了，你看一下这么大10多斤，哇，10多斤的好几条啊。这个大桶里，这个桶里面好多大的，这里好多大的是吧？哇呀，这个不行了哈，这个鱼太多了啊，咱们不能让房主亏太多，补1000块钱给他啊。我跟你定了。鱼在这里，房主。嗯。这个抓起来，我估计有300斤左右吧。右上应该有。刚才讲的是1800，然后到后面我再1000给你。可以可以。不然啊，看到。这个草鱼带条回去吃。哎呀，不需要不需要。带条回去，带条回去。那么客气。这条鲤鱼带回去，好好那个煎。哎，够了够了，快点过来过来，拿一条，拿条鲤鱼去煎。哎，干的不用。要。找一条。哎呦，鱼，这条鲤鱼你看很漂亮。哎呀，这么大。有哇。